先生，要不要买一朵花送给女朋友啊？怎么，想要啊？先生，多少钱一只啊？15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把这些都买了。这样吧，算你100块。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情人节快乐，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。怎么办？还是晚了一步。 没关系，反正我也不是很喜欢吧。李一石，干嘛？啊？这是什么？礼物啊！打不开啊，怎么还有密码？ 密码多少？现在不能告诉你。那你就一辈子都别说，憋死。不想要，不想要还我。啊！送出去的礼物，泼出去的水。奶奶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密码？看我心情吧。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它送去开锁公司？我跟你说，如果包装有点损坏的话，礼物立马返还。你。 治不了你，你就乖乖等着我给你密码吧。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什么车？419路啊，12点最后一班。走吧。嗯。坐过来啊！不要，万一要是遇到个熟人，那我大池哥岂不颜面扫地？你还挺有偶像包袱的。嗯。 过来一点儿，你要干嘛？过来一点儿，你看。
本来计划3年完成的事儿，才一天晚上就都做完。那接下来该做点什么？不要胡思乱想。自言自语什么呢？你怎么不敲门啊？我敲了呀，你没理我。那你要干嘛？你之前高三复习资料还找得着吗？借我看看呗。还要打西边出来了？那你想开始学习了？没有，赶紧的。了有吗？有是有，我得找找。哎，我明天找到了给你。行，继续自言自语吧。恋爱中的女人真可怕。滚！徐芳，你说如果我一直都没有发现自己喜欢你，那你该怎么办？可能会打一阵子光棍吧。一阵子？那你还想让我一辈子单身啊？然后你就跟什么丽丽学姐、静静学姐之类的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就不能是静静师妹吗？徐芳，你知不知道除了你之外我还有很多人追。真的？嗯。听一首吧。耳朵呢？